近日有媒体曝光了张雨绮和张前豪一同从机场走出的照片，照片中两人一起现身，并随后驾车回到了张前豪的家中，而张雨绮一直待在张前豪的家里，此后也并没有离开。早前就有媒体拍到两个人疑似同居和恋情曝光的照片，这次的照片好像更加证实了这一猜测，网友也纷纷表示这次应该算是一把实锤了吧。芒果拉新闻坐等当事人回应咯，报道。